近日雷佳音又是因为头大上了一次热搜，这估计是雷佳音头大被黑的最惨的一次。有网友找到《烈火如歌》里的一个片段，周渝民睡的枕头已经占据了整张床的一半，这不禁引起了网友调侃，雷佳音专用枕头。之前雷佳音客串过一部剧，在剧中有一场戴帽子的戏份，雷佳音就因为头太大了把帽子撑烂了才戴进去。近日雷佳音大枕头登上热搜，雷佳音专用枕头和床一样大，雷佳音的头放在上面压根就没有违和感，我怎么觉得剧组是故意的呢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雷佳音头大的梗真的是这辈子都过不去了。不过这莫名的笑点了还把雷佳音本尊给吸引了，不得不发图澄清自己的枕头长什么样，还暗戳戳地宣传了一把自己的电影。海报中的他深情地看着佟丽娅，估计佟丽娅嫌他脑袋大把脸扭一边了。即使如此也没逃过网友的调侃，有人评论道，你盖的是枕巾吗？被雷佳音回复道，我记住你了，哈哈。这样的雷佳音也是很幽默了，网友喜欢你。